轻又能干的立委也一定要当选哦。19号上午，总统蔡英文来到桃园明伦三圣宫参拜祈福，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一同到桃园拉抬民进党立委郑运鹏、立委参选人范刚祥的选情。上个月底，民进党盘点全国已提名区域立委选区进行民调，呈现浊水溪以南相对稳定，中部以北选情告急，其中又以桃园最为紧绷。桂冠张九，开创台湾的新的时代。从公务行程到选务行程，郑文灿7天内5度回访桃园，桃园选情不乐观。郑文灿担任母鸡角色，加强重点辅选桃园立委参选人，力保先平盘，再开多席次。其中桃园第一选区以郑运鹏选情最危机，被列为重点选区。第二选区向来是民进党铁票区，但现任立委黄世杰民调数字不乐观。第六选区则和民进党关系好的赵振宇，虽然民调些微领先，但还是得勤跑基层。我看起来就比较像国民党干部在放话，那选举是步步为营，大家靠努力。桃园6个选区选情五五坡，要抢攻蓝营席次得很拼。去年桃园市长一役，民进党中断地方执政权，该如何拉抬小鸡选情？从蔡英文、赖清德频频到桃园辅选外，也考验母鸡郑文灿在地方生根能力。三立新闻张义觉、石明启、陈道云桃园采访报道。